好，继续来看到台东县政府呢，在之前是举办了金钻石婚的表扬活动，其中来自鹿野乡的刘宏之与刘成贵妹夫妻的婚龄是最长，已经结婚72年了。95岁的刘宏之表示，现在看93岁的老婆还是很美。两个人也跟大家分享他们相处的小撇步，相当甜蜜。开心呐、啊！哇，太高兴啦、啊！我两个很好啊，96岁、93岁。台东县府日前举办金钻石婚表扬活动，其中来自鹿野乡的刘宏之与刘成贵妹夫妻婚龄最长，已经结婚72年了。而95岁的刘宏之表示，现在看93岁的太太还是很漂亮。干事员，谢谢你呀，人家老啊，过呀岁。95了，因为人家无我你阿只聚会，现在后面夫妇很好啦，是不？后面有公司很好，也要走一走了，散步很好。被先生称赞的刘成贵妹开心笑着表示，鹿野空气很好，两个人感情也很好，平常还会一起去散步。我们两个夫妇很好啦，我们那个吵架没有，他的吃饱后面哈，那个后面很好，家里开店了哈，啊那后面哈，空气就好诶，很好，我们那个散步。从对谈中充满浓厚的爱与感恩氛围，银发佳偶互相扶持的感情，也可以说是现代年轻一辈的典范。记者陈彦如台东市报道。